こんにちは、みです。話说听日9月18号就是巨人的生日啦。咁而家咧就系 ready 紧，谂住今晚同佢喺屋企庆祝。咁我今晚咧就会将屋企布置成一个懒系高级餐厅咁样。咁其实旧年咧都玩过呢一个自制高级餐厅，我哋仲食咗巨扒添啊。咁因为旧年咧我哋仲要开始拍片嘅关系，所以今年咧谂住拍一条片同大家分享。咁所以就要委屈巨人，又要过一个一模一样嘅生日。咁其实又唔算一模一样嘅，因为旧年我哋净系斋食巨扒。加一个我自己亲手整嘅生日蛋糕，咁今年咧就冇生日蛋糕啦，因为咧我就懒得整，同埋整蛋糕真系太大工程啦。我旧年整蛋糕都可能冇咗一大半日啦，咁同埋整生日蛋糕呢啲嘢，一生人整一次就足够噶啦。我想讲，个人都系整过一次俾我之后就冇再整过咯。咁所以咧，今年所有嘢咧我都系出面买嘅。咁今年有咩唔同呢？就系谂住整一个高级餐厅嘅 course， 即系有头盘啊、前菜啊。盘即系前菜，即系有头盘啊、主菜啊、甜品咁样，咁就希望有少少新意啦。唔记得咗要夹头嘅添。咁今日巨人要翻工啦，所以咧我而家就可以喺屋企整一个生日 surprise 俾佢。我而家谂住夹挛个头，大家见到个头又深色咗，其实我系染一只灰灰地颜色嘅，但唔知点解染出嚟咧好似。蓝蓝地啊嘛呢度，我之前咪去咗冲绳嘅，其实我去冲绳之前咧都染过一只类似咁嘅色，又系灰灰啡啡咁样嘅，唔知佢只色系超级易甩色啊，定系因为冲绳阳光太猛，哇晒到咧几日之后翻嚟个头发即刻变咗金色，即系成个金毛咁，我觉得好核突啊，顶唔顺啊，所以我都系染翻深佢，唔知我今次呢只色会几多日之后玩完呢？之后夹埋个侧边同埋个音就搞掂。咁啱啱就喺雪柜执晒头先喺超市买嘅材料翻嚟。咁首先前菜先啦，前菜当然有呢个沙律400 yen， 入边有虾啦，有蛋，跟住仲有圆贝，饭粒贝先啱。有菜同埋佢入边有个酱喺度嘅。跟住我觉得呢个应该唔够，跟住就加咗一包呢包。好平啲包，好似90 yen左右咋，齋菜有啲車釐茄啦，唔夠佢加落去，咁可以整埋一陣嗰個牛扒嘅半碟嘅，買咗成棵西蘭花翻嚟，就係為咗牛扒半碟。好啦，咁食完前菜沙律，跟住就係食蒜蓉包啦，買咗呢個法國麵包啊，佢話係。咁跟住當然唔少得湯啦，湯嘅話頭先就冇買啦，因為我哋上次 Costco 買咗呢個龍蝦湯啊。系啦，咁呢个汤我哋仲未开嚟饮，唔知道 OK 咧。话说咧，上次我哋去冲绳咧，跟住巨人唔小心熄咗屋企总制，连雪柜都熄埋咯。我跟住我翻嚟打开，哇，咁丑嘅雪柜，跟住原来系入边啲嘢已经腐烂。上次真系抌咗劲多嘢，包括喺中华超市买嗰几公斤嘅丸，同埋好多肉啊、急冻鸡扒啊、业务超市嗰啲咧，嗰啲全部都掉晒。跟住呢个海老汤咧，其实佢话系要冷藏。我不知道突然间不冻几日，跟住又冻翻，会已经臭咗。算了，都是肚痛啫，算啦。一阵试下先。主菜嚟啦，呢个黑毛和牛超正啊！佢呢度写住最高 ranking 五等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WA5 咧，但系佢又冇写 A 喎。咁呢块扒221 gram 就1321 yen。头先我话唔整生日蛋糕，咁我就去咗呢个超市买咗呢个朱古力蛋糕，其实都好靓。这个好像大概300 yen 左右，再加这个柠檬夹心饼，跟住就有一支酒，这支是果实酒，好像是，其实应该是 Jolly Sandy 的 fan， 又是很低酒精的，400 yen 的重点是，这一道全部东西加起来应该就大概300多元港币左右。好，那现在快点去布置下个客厅先。话说咗个玫瑰假花喺骑楼呢个垃圾桶度，但大家唔好误会，佢唔系放垃圾嘅，佢只系放啲杂物。睇有冇变到梅菜先。哇，好似冇事。
哇，系咪好浪漫呢？虽然呢啲全部都系100日圓店买嘅，其实仲要系旧年已经系用紧呢啲嘢，跟住系今年又循环再用。旧年圣诞节都有用过啦，咁其实已经买咗翻嚟用咗第三次啦。今次已经系咁，全部嘢加埋呢度应该都系1000多日圓左右，100元左右啫。全部嘢加埋呢啲一个100日圓，因为最贵都系呢个花樽咯，都系 Daiso 买嘅，不过就200日圓。好，咁我而家算系布置好呢个高级餐厅啦。咁我而家快啲去整嘢食。而家整頭盤沙律先，呢個 shape 嘅菜咧就嚟鋪底，跟住就用呢個靚啲嘅沙律放喺面頭，呢個蛋俾個人食，呢個三文魚係私人整嘅，因為巨人話想食，切兩片擺喺個沙律上邊。入嚟啦！多谢多谢。其实未预备好咯，我你咁早翻，我而家净系整紧，整咗少少。要我早啲翻噶嘛？你唔切啊？哇！放低洗手之后坐等啦。跟住我而家要整蒜蓉。原来咁细个一个包，焗一焗个底先。而家就嚟整个朱古力酱。话说呢一包系旧年咧整巨人嗰个生日蛋糕就买。好，整埋个蛋糕，跟住就差唔多食啦。哇，呢个好靓。好小心。呢个柠檬挞。紧张啦，唔知成唔成功咧。好紧张啊！睇唔睇得出呢个系 happy？ 我真系睇嚟都系冇做呢个甜品嘅天分，仲写完 happy 之后写唔到个 birthday 添。加个心心，劲核突咯，咩事？好，而家准备上菜，淋埋呢个沙律酱，加少少芝麻酱，先生，你的頭盤是三文魚、帶子蝦、沙律。
哇！幾大碟沙律。Cheers！ 我唔客氣啦。我都唔客氣啦。見到啲三文魚又想攞壽司豉油添，結果我都係攞一支壽司豉油。嗯，好味。嗯，我飯盒杯真係多嘅，勁香喎、啊，係喎、啊，又鮮甜，好幸福嘅。我好努力咁食緊嗰個沙律。我想講啲牙咧係專門為肉而切嘅咯，次次食親菜咧都食成粒鐘都未食完。第二碟菜係龍蝦湯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唔記得俾羹你添。哎，我呢個攝影真係好鬼忙。然後仲有燶咗包邊嘅薯蓉包。夠曬 feel， 夠曬 feel， 好似去咗高級餐廳食。咦，唔係喎，我真係去咗高級餐廳食飯喎，唔閪啦。唔知個龍蝦湯會變咧？冇變。哇，好甜喎、啊！好濃添喎。佢甜唔係指真係糖嗰種甜，係龍蝦嗰種鮮甜啊！我第一次整呢個蒜蓉包，仲要係自創呢個方法，用咗日本嗰個燒魚機。嗯，好靚。哇，勁香喎！係咪好似出面整咁啊？你唔講，我以為真係喺出面買嘅。哈哈，好豐富，不過我 feel 到食完應該好口臭。聽日臭死啲同志咯，臭死啲街坊。講下啊！主菜啦，先生，系牛扒。哇！我最期待嘅画面出现啦，食落去好柔软啊！我呢块都系，厚得嚟，但系好易切。嗯，嗯，哇，劲好味，系咁食到肥高添，好流啊！其实我觉得太多脂肪啦。我开始闹你，系喎，有蒜喺度喎，唔记得咗添，转下口味先。嗯，连埋个蒜食好好味啊！飲啖酒消滯先，突然間想飲茶添。食扒叉入邊咧，其中一個享受就係食番茄啊，搣啲熱嘅醬出嚟，超級好食。你知唔知我覺得最好食係咩？呢啲蒜啊。係啊，最好食係蒜頭。估到啦。最 cheap 嘅蒜頭，100 yen 一大粒，係咪想嘔咯？好流啊！係咪正常㗎？定係因為價錢嘅問題咧？唔係話唔好食，但係好多脂肪味，每一啖都係好似脂肪。油啦，都慢慢食。仲有甜品啊，先生。唔錯唔錯，甜品呢、這個上甜品。哇！真係好想飲翻杯茶。喂，我哋都係唔適合富貴命啊！壽司豉油啦，食蒜頭啦，跟住要飲茶。我想問，咁甜品食咩？食粟米片啊？脂肪均勻都唔係一件好事嘅。可能我哋平時如果食啲唔均勻脂肪嘅，都會將啲脂肪局部掉曬佢，然之後淨係食齋食肉咁樣，有冇咁嬲？而家係因為脂肪太均勻，搞到篩唔走嗰啲脂肪咧。今日夾硬食咗好多個脂肪，咁啊變相我哋。吃到中間就已經覺得自己吃了很多油啦，就開始有漏啦。唔得啊，我哋要扮好食。嗯，最尾一碟甜品啦，睇唔睇得出啲字啊？睇得出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以下省略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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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相信準備呢個高級餐廳之前咧，已經花咗好多好多功夫同埋時間去準備啦。令到我翻到嚟坐喺度咧，淨係享受食完就飲嗰種感覺咧，非常非常之幸福，真係。哇！大家唔知道我廚房而家亂到亂撞光咁，積咗成大堆碗。唔該，伙計埋單埋單。
阿余先生，成為你今餐$7,000咋？$7,000好抵上喎，即係白花港紙500蚊左右。係喎，好抵喎，點解咁抵嘅？仲要咪得前兩年同你去慶祝，又係食呢啲那係高級嘅餐廳咧？嗰餐食咗20,000+ yen好似。哇！嗰餐嘢真係，你係咁唔肯同我講話係究竟係邊度咧？我去到之後，我心諗哇，咁大陣仗，呢餐一定好貴，好貴，好貴。法國料理俾人嘅感覺就係咧，襟睇唔襟食，可能食翻啖就會冇曬嗰種。咁今餐咧，除咗好食之外咧，其實我就覺得非常之意義之大啦。咁我除咗我嘅生日飯之外啦，咁就係有完自己老婆嘅心意喺入邊，咁啊令到今日咁辛苦做完嘢翻嚟都好，都可以即刻去好 relax 咁慢慢食啲好高級嘅嘢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如果而家疫情關係啦，其實基本上除咗你話日本8:00或之前一定要食曬嘢之外，食肆要閂曬門啊嘛。但其實我覺得，如果喺屋企有得咁樣，即係有呢個質素，有呢個方法，可以整得到一個咁浪漫氣氛嘅晚餐嘅話，其實我覺得就係非常之幸福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試下嘅喎。其實我睇落好似唔係好難，好似唔係好難。嗱，其實難就唔係好難嘅，只不過真係用咗好多時間。仲有洗嘢嘅時間、執嘢嘅時間。洗嘢唔好提啦，次次都係要洗餐模。哇，好飽而家，11:00啦已經。成村的碗等著我洗，還要未沖涼，還要還原這個高級餐廳，好不捨得啊。上年也是這樣一次慶祝過，我已經跟麥拉咪說我下次何時可以再去這間餐廳，他就跟我說下次有什麼大的節目啊、大的節日啊，他就會有機會再開的啦。怎麼知道說說說說剛剛好就過了一年了，又再開了，接著今晚生了之後不知道何時又再開了。如果每晚都是這樣就好了，你瘋狂的，每晚都吃脂肪。不知道是不是攰定是喝了酒的關係，我很想睡覺了。我現在都很想睡覺。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。好了，那我不說了，快點睡覺。拜拜，生日快樂，拜拜。多謝各位支持啊，也多謝各位的祝福，拜拜。